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米哥。王者荣耀正式皮肤啦，新皮肤上线时间已经确定，就是下周二了。而且款皮肤是玩家创意大赛获奖的皮肤，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 我们先来看一张原画，有没有觉得这个蔡文姬很可爱呢？在它的左下角好像有典韦的身影出现，而右边有一个像雅典娜的雕像。出场动作和原皮一样，所以这个皮肤的级别应该是勇者级的。不过这款皮肤会有新的标签啊，圆梦，代表玩家设计的皮肤可以在游戏中圆梦的意思啊，价格可能会在6元。 特效和原皮差距不大，就是颜色变了。二技能的特效是一朵花，还是挺好看的。其实玩家创意的皮肤还有很多啊，蔡文姬这款皮肤上线后，估计未来会有更多玩家设计的皮肤上线。你们最希望哪个英雄先出玩家创意的皮肤呢？